当天，记者走进王串巧木活字编修家谱工作室时，王串巧正手握刻刀，专注地对雕板上的龙舟及相关人物的细节进行处理。待雕板雕刻大功告成后，王串巧便开始了印刷这一步骤。只见他先在雕板上均匀地刷上墨汁，然后将宣纸覆盖在上面，用棕刷反复来回地刷动，再小心翼翼地掀起宣纸，一幅栩栩如生的瑞安唐河龙舟竞渡雕板印刷作品就呈现在我们眼前。龙舟上划手们奋力划桨，唐河里的四条龙舟你追我赶，竞渡在水面之上，岸边围满了前来观看龙舟活动的群众。王串巧以唐河东门古渡为场景，生动地刻画出划龙舟时的热闹景象，细枝末节间尽显其高超技艺与独特匠心。王串巧说，设计制作这块雕板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雕刻前需将场景绘画出来，然后将图纸反着覆盖在唐梨木雕板上，先勾勒出线条，再用刻刀把板面空白的部分削去，就有了图案或字体突出的阳纹。划龙舟呢，就是传统一直下来，在我们东门的那个唐河那一边照相的拍一下，后来没有我们设置里的线条勾出来要是刻出来，有的那个是摄影师还有小朋友很热闹，划龙舟的话呢很有劲，按照呢他们的那个龙舟的有劲的仔细那个划龙舟要。我们按照他们这个图案刻出来。记者了解到，王串巧是木活字印刷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纸马雕版印刷术省级非遗传承人。作为双料非遗传承人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将非遗技艺和传统民俗活动相结合，体现龙舟精神，传播龙舟文化。